大家好，我哋系 Mira。咁呢一年其实所有嘢都嚟得好快，即系所有嘅机会啊，我哋可能出咗道个零月就可以开演唱会。咁呢样嘢其实系谂都冇谂过。不想分秒再等待，逐渐沉落苦海。咁我哋就系喺呢一个咁急赶、咁迂回嘅情况下成长咯。咁我觉得系咪有鼓励咁推紧你向前，推紧你向前？其实我哋十二个大男孩都会松散，我真系好靠队长同埋阿花姐会要有时执翻正我哋。每一次抌落地下嗰下力量咧，系变相好似叫大家去加油啊！呢个系我自己十二个人觉得最震撼嘅一样嘢。一个团体入面最好的地方就是每一个人将自己经历的一些嘢可以分享给大家，真的避免犯过的错，或者是分享一些好的经验给大家。我想尽快同大家一起开第二次演唱会，那种很 hyper 的感觉是去到现在都很想继续尝试的。我相信我们十二个都想进步的，即我觉得一个艺人应该是要多才多艺的，这样才可以捉得住不知几时出现的机会。即係譬如可能外界會猜測哦，有啲人有啲人冇，會唔會有人會妒忌啊之類？但係佢哋絕對冇咯。譬如我哋出新歌，佢哋都會 po IG 就話、大家記得聽一下姜濤同 Ian 出咗新歌。咁呢一樣嘢，我覺得係好 warm 嘅一件事嚟嘅。嗰一刻要踏上我哋自己演唱會台嗰一刻，大家一齊加油嗰一刻咯。是真的 feel 到大家是一起很齊心地很想做這件事，因為大家渴望了這件事很久。從未發過誓會否堅守到最後，別提以後，無論暗暗在顫抖，繼續沉默回頭望，還是大步自上衝向遠方。反而想留在團隊不想出 solo 住，因為團隊大家有很多優點，其實我們都未吸收曬，想慢慢跟他們取經，拿曬他們的優點。梁靜的假想敵 Stanley 他那麼高啦，我想高一點，又靚仔，唱歌又好聽，我勁，做戲又好看。我覺得 Lock Man 做這個哥哥的角色是做得很稱職的，即他是很即是他沒有辜負到隊長這個身份，他是可以很清晰地可以講出來，或者突然間有一句話要你講，突然間你就可以記到，又突然間講，即這些是領導能力是很需要學習。正直走地他會看得見，望著我，望著我，所有能量輸出，希望為你帶來希望。或者我沒想太多，結果痛楚再多都是成長中的一課。冇錯，覺得行星未必輪到我，但是我在台上聽到你的大聲嗌我，我要我要成全自己，也要去承諾你，即是不可以卸了每一个表演去，因为每一个表演机会对我们来讲都，我觉得是一个机会给观众看到自己发光发亮的机会来的，因为不是每一个观众都会认识到你，你每一次表演都可能是他第一次看你的表演，那我觉得要努力。放手。